就不认识天蝎座，天蝎座怎么看呢、啊？你的钩子，钩子在底下，钩子在底下，这个弧形是什么？这个，啊，这是南冥座，一个很像爱心的东西，是南冥座。哦，这是南冥座，有，南冥座，所以上面是人马座，这下南冥座人马座，我现在中心把它调到银河，这就是银河了，它可以拍到银河。现在有台飞机飞过去。南冥座，南冥座在哪里？肉眼其实看不太到，太淡，因为是银河上去的地方。然后我来调一下光圈快门，这个就是天蝎座，再看清楚一下天蝎座。看得懂天蝎座了，现在应该就很清楚了。那从左边三分中间偏左这里的袋子就是银河，一直上去。来，今天认识天蝎座就好了。一开始都找不到天蝎，漂亮，这个亮度。然后我现在4K60，还说3200、4000、5000、6400、8000、10000、12800、16000。肉眼可以看到北斗七星，有没有？1234567，没有。1234，另外最后最底下那一颗已经沉下去了，太亮了。这应该是前头座，然后它那亮了。